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，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、放生、施食、救苦救难，到处去利益众生。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让佛陀的智慧，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狐狸与猎人爸爸。阿吉是学佛之人，每个星期他都会宣说一些佛教的故事，借此感化众人，和他一起放生护生，达到教化大家行善积德之功效。有一位名叫王宝的孝子，他的母亲得了一种怪病，昏迷不醒。他听人说，只有天鹅蛋才能治好这种病。于是王宝便到处寻找天鹅蛋。可当他历尽千辛万苦找到天鹅蛋时，却发现天鹅正在亲昵地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。王宝不忍心拿走天鹅蛋，却又着急想救母亲，一时间急火攻心，他一下子昏倒在地上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天鹅送来了一株草药，于是王宝便用这株草药救活了母亲。这真是善有善报啊，心善的人一定是会得到福报的。这不过是个故事罢了，现实中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天鹅和蛋里的宝宝说着话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动物怎么会说话啊？鸟兽真的是会说话的，它们不仅有自己的语言，也有亲情，只是大多数人不懂它们的话，也不懂它们之间的情谊罢了。是啊，阿吉不是说过吗？世间的万物都是有灵性、有情感的吗？阿吉，别人不了解你，我可是了解你的。你的父亲曾经是村子里有名的猎人，你一直在教导我们护生放生，而你的父亲曾经一直在做着杀生的事情啊。阿吉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的父亲真的是一位猎人吗？没错，我的父亲过去的确是一位猎人。天啊，阿吉，你不是一直说善恶有报吗？你的父亲杀害了那么多的生灵，是不是会遭到果报啊？是啊，阿吉，你的父亲是一位猎人，而你却一直坚持放生，这实在让人想不通啊。我的父亲已经很多年不打猎了，现在他也和我一起放生呢。真的吗，阿吉？我想你的父亲一定是被你感化了吧。不，我父亲打猎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，那时候的我还没接触佛法，感化我父亲的是一只狐狸。一只狐狸？这怎么可能啊，狐狸怎么会感化猎人呢？阿吉，你不会又在说虚幻的传说故事吧？这不是故事，而是真真实实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那时候我只有10岁左右，和爷爷奶奶一起住在山脚下，而我的父亲则经常上山打猎，有时一天能打回来好几只野鸡、山兔。你怎么又上山打猎了？我们祖祖辈辈住在这里，山林里的动物都是我们的邻居，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他们啊？嗨，好了，妈，你和他们是邻居，他们自然要来给你送点见面礼啊。哎，这只野兔就是见面礼，今天晚上炖了吃吧。哎，这只野兔还没长大，真是作孽啊。好可怜的小兔子啊，
家里人对我父亲的行为非常不满，但父亲为人性格暴躁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为了保护山林里那些可怜的小动物，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那就是用雄黄偷偷代替父亲猎枪里的火药，那样他就没办法将猎枪里的子弹发射出去了。我上山打猎，今晚你们就等着吃一顿丰盛的饭菜吧。老头子，怎么样？你把他枪里的火药给换了吗？换了，换了，都换了。我和爷爷一起换的。奶奶，你就放心好了，爸爸今天绝对打不到猎物的。好棒的，阿杰，我们不能让你爸爸再猎杀那些可怜的小动物了。唉，我们这样做也只是暂时的，他不可能看不出自己的枪被人动了手脚。要想真正让山林里的小动物免遭杀戮，还是得彻底改变他的想法。唉，这我也是知道的，但是他哪里愿意听我们的话。今天晚上的下酒菜又有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卡蛋呢？雄黄，好浓的雄黄味。哼，他们一定是用雄黄当火药给我换掉了。真可恶，今天没法打猎了。你们看看，这谁做的？竟然用雄黄代替火药，害得我今天什么猎物都没打到。说，阿吉，是不是你做的？啊！我看这肯定是卖火药的人，用雄黄来造假。这种事，阿吉是不会做的。到底是谁在造假？我非要弄清楚不可。竟然用雄黄代替火药来骗我，我绝饶不了他，我非要弄清楚不可。要是爸爸知道是我做的，那他一定会打死我的。我觉得父亲那句非要弄清楚一定是在针对我，他脾气那么坏，要是知道是我给他换了火药，这怎么得了？或许是因为过于害怕，当天晚上我竟然莫名其妙地发起了高烧。天哪，体温竟然高到了40度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医生，麻烦你赶快想想办法救救我的孙子吧。算你们走运，我这里正好还有一些退烧药，这种药可是最好的药了。谢天谢地，我孙子有救了。然而这些药并没有起任何作用，我开始出现了昏厥，有时还胡言乱语。医生给我吃了很多药，但依旧高烧不退。真是怪了，这孩子吃了这么多药，怎么一点点好转也没有啊？要是再不退烧的话，可就危险了。这都是因为你成天打猎杀生早的夜，要是这孩子活不成了，你就用枪把我一起打死算了。妈，你别生气了，阿吉的病和我打猎没关系啊。怎么没关系？你打杀了那么多生灵，他们一定是找上门寻仇来了。好了，妈，那我以后不打猎了，可以了吗？然而父亲那只是在敷衍奶奶，在我病刚好的时候，他又要拿着猎枪进山林打猎去。你不是说你以后不打猎了吗？阿吉大病了一场，花了不少钱呢，我要多打几只猎物卖掉，把钱赚回来呀。
唉，究竟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放弃打猎啊？啊，今天竟然什么猎物都没看到，不会空手回去吧？我还从来没有空手下过山呢。哦，哈哈，看来今天不会空手下山了。听声音，里面应该有动物的。哎呀，狐狸，真棒，有狐狸！哈哈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是什么情形？我打了这么多年的猎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。啊，他竟然在流泪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这样。我终于懂了。那只狐狸妈妈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选择了把死亡留给自己，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母爱呀。而我的父亲，也就是从那天起就再也没上山打过猎，因为他自己说，每当他举起猎枪的时候，总会想起那只伟大的狐狸母亲。真没想到竟然会有这么伟大的狐狸妈妈。阿杰，如果这不是你的亲身经历，我还以为这种事情只存在故事里呢。想不到世上真有这样的事情。其实我们和众生的性情都是一样的，只是形体不同罢了。只要我们不再杀戮，爱护他们，那我们就可以和动物们像童话故事里描述的那样，一起和谐相处，互相关爱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便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。各位大德，各位爱化的菩萨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记得庞蕴居士啊，有一首诗啊，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。一面心清净，处处莲花开，一花一净土，一叶一如来。那我们从这个诗中呢，就可以感受到莲花对人的一种感染力。同样的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也将以一个，各位可以先看到，今天我们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器啊，那这个花器呢，是一个非常洁净无瑕的一种色彩啊，然后呢，上面啊有一个像莲蓬一样的盖子，啊，那这样的花器呢，盛行。